对付孟娜。啊好啊，我就知影，恁这口罩讲什么玩意，让志明做鬼踪，让孟娜带入来。其实早就想好要怎对付伊啦，这嘛关系到我的财库呢，我哪会当给你了？看啥？那不是我专工走去抓，拢唔知影恁伫个玉华背后啥啦讲伊。佳佳，我爱提醒你，啊，伫个高价是恁大哥咧做主，所以你唔通听一挂人哦，伫边咧乌白塞人。啊，若无时到，让恁大哥无欢喜，你这个新辈文化都歹捧啊！哎，无你是啥物身份啊？啊，如果你伫个遮对外招架，叽叽嘟嘟哦，啥物身份？啊！你问我进前，哪会先去探听一下？我是玉怀阿嫂，志明的养母，而且我今嘛当在甲金发交往。安怎？阿姐的新婚有够大无？恁在玉怀背后设计因母仔囝，我当然嘛要跳出来保护因啊！啊，阁有啦！我听讲高董所长要替玉华因母仔囝办一个家宴，我要求嘛爱有我的位。哼，阁真正是有啥物款人，都有啥物款亲情吼，实在是足袂跟上。家宴呢？家宴是阮国家的代志，请问你贵姓啊？安怎？想要求恁小姑仔的衫旗买分一寡好处是无？唔通这么大脾气，吼、哦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下等下，你什么时阵阁变成志明的养母？啊，而且阁甲高董事长嘛有关系？啊，这啥呢？安怎？我人面看敢袂用的，你怨倒？吼、哦！你这个查某啊，关系哪会这么复杂啊？啊，是我的亲情哦。哼，那要办家宴，嘛甲老外为无你的份呐、啊。你哦，你算啥？对这个现世现当，走啦！有我的位无，毋是你个会准拄煞啦。啊，佮有，你偷偷讲我啥？现世现当。啊，若是甲你这个假仁假义、啥物都贵的人比起来，我杨春仁哦，只是煞某尔啦。啊，搁有嘞！你搁放翁放囝，即摆搁想要食回头草，我杨春良甲你袂比的啦！哦，杨春良啊，你甲我惦记啦！家己娶一个囡仔，搁敢想要甲我抢金发啦？你哦，真正是白计下啦！哼，阿、啊、弟，妈、欸，妈、欸，哎呦，害你跋倒啊！就歹势。啊，应该是天公命啊，要借我这双手来教死你这恶贱查某啊！我跟你拼啊！小查某，你啊！钱也摕啊，即摆是搁咧烦安怎？要冤去外口冤，这是高家的地盘，出去！我是来找高董事长的，啥嘛袂当我走。林金麦是创啥？高董事长，我听讲你要替玉华因母仔囝办家，
我想讲，伊一个人要带囡仔来，去用欺负的，受着委屈，所以我咪才想讲要来找你，要甲你讲一声，我嘛要参加。谁不知影？我袂例外，我就听到有人在讲玉华的歹话，而且佫杀人你的新妇，要做伙设计玉华。高当署长，请你一定要替玉华做主。这个展会本来就是专工为志明办的，你是养母，当然有资格来。先生，卡电话一张贴吧，时到安排在志明边啊，顺便到沙岗照顾志明。好，我知影。高当的，我嘛要参加。无啊，起码唔是姐姐的婚礼，你是要用什么身份跟人参加？我是高家的姊妹啦，我当然有资格通参加啊！可惜啦，你甲金发了已经离婚了啦，纸头纸尾啊拢无你的名，你利用你前下的名来四界讲骗，你拢免问金发意见哦。好啊啦，哎呦，拜托恁两个，要邀请上我的甲万里搁参详啊，那无代志，拜托的，请你离开。当然嘛，无问题。飞弟，我该回去照顾志明。高董事长，志明哦，最近胃口变了袂歹，我煮的糜哦，伊拢有食完，恢复了嘛真好。真实了，你甲志明照顾我遮尼好势，真多谢你。啊，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啊！啊，想叫我是志明的养母。无参照一挂人啦，未见未笑，你讲家己是亲母嘛？根本就无人要承认。高董事长，那呢，我先来走。顺兴。你较早甲宴会的菜单，还佮人家的名单条我看。是。伤复杂呢，啊，搁怪罪阮家来啊！恁老爸外口有查某，啊，莫名其妙搁加一个什么养母，当这是什么世界啊？气死人了呀！非得吼，恁两个若结婚哦，敢那佳佳的爸爸甲我会出现尔啦。啊，搁有哦，你好好啊对待阮佳佳，莫卡袂中吼，就对伊使性地啊。哎呀，妈！俊生已经挂保证了，你就卖个念啊，好不好？就管恁嘞。俊生，啊，你拄只讲要带我去吃巧克力蛋糕，咱即摆就去啊。等去就好了，我该整理涂骹遮物件。好啦好啦，行啦行啦。一个刘小姐、大小姐脾气一定好，我吃不消啊！这么过去一个爱找麻烦的丈母，我跟这个婚真正是有够不值。那不是要安排王玉华宴会，我跟妈妈免受这气，既然呢，我嘛袂让你好过。